钢琴明明就可以先做。对啊，我们可刚可以直接出飞。哎，注意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好了，来剁了！哎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你快点啊！哎呀，怎么快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快？盘子哦，盘子哦，你怎么丢那边？我们是捡得到哟。不行啦，那边拿不到啦，笑。啊！我们也六六六的过了啊！对对对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六五五六六。对不起，吓死！来了，来了，感觉是按钮的，什么按钮？哎，等一下就是有个按钮的关卡是，我们要上下就是轮按。你要什么然后就按按钮，我们要端给你。好，秀你剁菜就好。不要秀秀秀，来来来，你到右下面那个位置，你煎东西就好，你煎东西就好，我跟你换位置。下去煎东西啊，这个给我。你煎东西，你煎东西，你不要走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过？看，我想打人。对不起，文玉。好，给他们端过去，给他们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好。你的工作很轻松，最轻松的。你不要抢我的。这个是生的，秀秀。嘿、hey ，好。完了，捡不到。秀秀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离开那位置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刚全部都没了、欸。嗯。我还要生菜跟番茄哦、喔。不是番茄啦，那个什么东西？不啊，送上来给我啊。被放桌上了。不是，番茄没有生菜，没有番茄啊。不是。生菜啦，跟那个生菜跟，你放在运输台上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这个啊，他变颠倒了，不要站那么远丢啦，你贴近我一点丢嘛，在干嘛？想跟我来？你是不是想下去？不要吵。贴近，没有盘子，盘子嘞？没有洗呀、啊！傻眼！你是干嘛？我捡不起来啊！你觉得它不够脏吗？那个肉，那个肉，那个就可以先送菜。就可以，你可以站过来一点丢吗？我不要那个哦。啊！你给你小心好了。盘子哦。嗯。对，站过来丢。凶爸爸。就可拿盘子接东西。就可。接了，就那个位置，我们接不到肉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只是放着。因为我那个角落也放不到。对不起，难道？肉，哎、欸，九口想吃肉了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秀想吃肉了。好，真的是傻眼呢、欸！哇塞，等一下都说我凶，
报复吗？有人说秀秀专业卖萌哦，卖萌哦，秀秀。那、啊、我要开始卖萌了。不要，恶心。哪里萌了？你们眼睛都有问题啊！可是他们是用听的。要换位置啊！你下来啊！你要那边是不是？那边很累哦。我下来了。看，不是我怎么？你站着就好，你不用动啊。哦。哎，肉还我、啊！对不起。踢下去。为什么我没办法放这个输送带上啊？你要站上去，然后再回转回来。他们给他们，你要会扭腰哦。算了吧，没有腰不会扭。我下水了。嗯，复习空盘。等下。嗯，我只有张盘。哇，下去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可以秀，秀秀，用你丢，用丢的就会他看。不行啊，捡不到，我不会丢鞋的啊。当盘过，要漏要漏。哎、欸，给我一把卡，捐公餐哦，别漏，别漏漏，公餐。就是，就快丢肉给他们啦、啊！你怎么不丢肉给他们？不要凶他，他快哭了。不是哦，不要凶就口了，拜托，都我的错，没教好。看，等一下啦，我被肉堵啦！妈的！生菜，生菜，就快丢生菜，就快丢生菜，不要再丢起司了，丢生菜。菜来了，生菜来了，在他手上啊！我才刚剁好，好吗？你这样子，肉肉就快，秀秀那个肉肉我们拿不到，肉肉拿不到。菜来喽！要切洗，再丢两个过。放下。空盘子，这边有空盘子就扣。你在那边喊肉，真的很好笑。空盘子，等一下，我丢错，够了够了，我直接丢到垃圾桶里。想不想跑那一场啊？外场啊？
我都可以。你不行，你才不行，你都可以。那我下次要用那个，那你们就不会，这个会有顺风跟逆风哦。我觉得是我会跌下去跳过五次。还有你们观众帮我们听一下哦。什么？哎，一边炸、欸，他怎么自己走？啊，就说有顺风跟逆风哦，一边炸一边炸那个。啊、哦！哎，你们那边还没开始炸哦。啊炸什么？有口炸什么？炸了你哦！跟你说，要去先去切肉，先切肉。我是不是很卡、啊？干嘛？干嘛？空盘子掉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！我、哦、脏，我、哦、看到脏王子。哎、欸，它好滑哦！腰哦，哎、不行！底下被撞下去不能转，我要修。为什么要撞我？不是，我是你失控，你看到我扛不活，你就把我撞下去。因为我想要躲那个风嘛。上面有盘子，我、哦、靠！来了。哎、欸，捡不起。炸薯条那边，炸薯条那边，炸薯条，炸个薯条呗！不要拿灭火筒玩好不好？灭火筒，不，哎、欸，旁边的吐司好可爱哦！在看旁边哦，天哪、啊！你呛了吗？哎、欸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掉鸡了，不是。他们这些旁边墙壁的很可爱，还有时间看旁边啊、哦！我在切菜的时候看。哎，哎，我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要去我的好不好？拜给你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别送！哎，这不动啊！这个有一个好。完了，烧起来了！烧哎、欸，可以过了吗？我乖，太棒了！真的是，我们就是厉害，开到累，我们就会关台了。大家放心，我们的肝活得好好的。对，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在同一边，所以他们会 来教你们哦。等下应该第一场失败没关系，就是说你们看像这个、哦，按这个按钮之后，就是可以送到我们这边。没有，你要放上面这边，中间那个对。像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我送过来，会往你们那边跑，懂意思吗？好、哦。啊，如果我按的话，就是你们送东西往我们这边跑，有看到吗？懂了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会先跟你拿东西，拿完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切东西，放在旁边外围。你们看到外围也有个运输带，可是那个就走比较慢。我们可以就是一直切，然后一直放，一直切，一直放。我们有东西就直接从上面拿。啊，不过我们如果是很需要，你们就可以先点，先切，切好之后放运输台上面按按钮。然后就是盘子是，没有，你们要放最外围。哦，嘿，啊，像我们有时候要洗盘子，洗盘子的话就是你们要洗，我们要把空盘拿，脏盘给你们，然后你们洗。按一下运输带，你们。对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灭火筒不要晒在那边。为什么要给他们？但是我们这边欸，小鱼。是吗？像我们这边啊，洗盘子他们那边啊。哦，看错了。只有一个盘子哦。两个啊。哪里？另外一个嘞？放去了。明明就还是可以用丢的。在这里啊。不是，你丢的，可是我们这边会很卡。那个盘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很急的可以用丢的、啊。对，你们按、啊、那时候怎么用？哎、欸，只有一个盘子吗？我怎么记得是两个？这里啊。哦。哎、啊，要重来。重来了。来教学就。我可以去尿尿一个吗？我觉得这个比第一代简单呢、欸，第一代的分数太高。哎、欸，跑去尿尿，结果。在干嘛？好吧，先放吧，太猛了，发新钱。哎、欸，按你们盘子先给我。按，不是按按钮吗？按了、啊，按了。这样才会过去你们那边啊。是吧、啊？对不起，秀秀。盘、欸、子，你们那边有一个输送带旁边。没办法，要两个。等一下啦，身上了。等一下啦，我这边只有一个人啊，体谅我啊。好，鱼肉，海苔，海苔在外面转哎、欸。好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小黄瓜，小黄。啊，你们按一下，你们按一下，你们按一下。好玩哦。海苔、黄瓜，好，你们按一下。海苔，你旁边有？来不及了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。够。把盘子给我。啊，你弄好鱼肉，你没按，你没按，你没按，回来了。好，这白目，尿尿这个是按开始。哇，机灵！你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刚看着你们活得好好的，然后我再继续弄我的。按一下，对不起，话讲。小小按一下，小黄瓜没有，丢给我。啊不，小小。拿错了！你们先按。海苔，怎么没有啊？在你旁边。等一下，这个有吗？这没有啊。
盘子。按一下，你们按一下。按过了，按过了，按过了，还有一个。迷好了，按一下，按了按了按了，按好，太太，不不不，为什么我会放在那边呢、啊？地呢呢，我是。进来了，哎呦，要出人命的啦！哒哒，都还笑我。玩一下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这个。还没按呢。你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。那不算，因为我去尿尿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是啊，你是尿尿，你还给我按开始游戏啊。对不起嘛，你不要那么凶嘛。欠凶啊。对不起嘛。好可怜。没有人。可怜。好。盘子过来，盘子送来，不要啊！滚！我真的准，这真的准。对不起，鱼丢给我，我少一个盘。海苔要下去了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海苔我们这边有，很好用。按一下，你们按一下。好，按喽。好，你们那边有个盘子哦，要洗。我去弄海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又把盘？你还是你端盘在这边啊？好好好，没有，因为你东西按下按下，干 我屁事哦。好了好了，小雪让你丢着。先给你们这个。你跟我们切好的鱼要干嘛？我们这边很卡，会卡住。所以才会说先放外面，需要再跟你要啊。对。可以按一下吗？好。我先用米的歌啊。哦。用那个小黄瓜。瓜。哎呦。鱼。按一下。按按按。按一下。拿了之后来这边，那个在抖动了，哇，丢过来，鱼在转盘上，盘子嘞，没有了，帮我放海苔。按一下哦，你们记得按回去哦。好，就你可以放里面那一格，要不都放最外面那一格。好。要丢一下，过去了。哎、欸，空盘子，
来不及接啊。哦。秋三小，秋屁，秋三小，安笑，叫的太好笑了，闭嘴，给满分，不许，你怎么跟我做的东西一模一样啊？好了。干嘛笑？你这不行，剪精华，不要剪精华啦！我剪那一段起来录音，两分三秒，两小时二十分钟。哦，怕鬼吗？怕啊！可是越怕，我们就越要勇敢面对。台湾呢？台湾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六哎、欸，六是很难的那个啊，太难了啦。有秀秀，我们可以的。什么？会有那个可以降低分？行啊，还是觉得太难了啦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酷啊、哦！要切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骂了你。不要你不要难过，不要自卑，不要跟爸爸妈妈讲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人坐着，一个人在一个框框，然后用丢的。行，用丢的，我就不行。要不然就放运输袋嘛。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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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谁？哎、欸，面粉啊，面粉啊，那个加油。面粉，这个不是我啦。哦，对，要去那边啊。谁呀、啊？给我，给我。那我让我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他丢啊。丢。啊、好难拿，操你妈！为什么放了两个面？不是，哎、欸，这很难控，你来，等一下我喷口水了。脏鬼，太个鬼，怎么办？我回不去，啊、回来了。不瑞凡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在那里？凡。怎么办？我可以只要接切菜就好吗？我发的好累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来分配工作吧。操，黄生，你不可以骂他哦！对不起，你不行骂他哦。红萝卜放进去，你觉得很容易放得进去吗？我操！我卡住了，要对他有耐心。那为什么你对我那么没有爱心？因为你不是特殊人士啊。哎、欸，肉不是丢我这啦。哎、欸，要丢哪？丢下面啊。他不是要整，可是你丢下面很危险，那可能会咬到两次肉，所以还是要有人到处跑拿，拿着用。太难了。哦、要萝卜啊，要切面粉盖住了。打，给我放桌上，放桌。加油，放一下，你放。干！我放这里嘛！干！你快点啦！我没有玩，你不要再碰我的碗了，拜托你！操！我都比你快啦！笑小在自暴自弃。